其实我今天真的超级开心，因为我自从我看到今天的表演阵容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哦，我们已经超级久没有跟，就是之前我那些老战友们，希屯，然后 Jero， 李红，然后就是大家一起唱表演，那种感觉超级久，应该至少两三年，所以今天真的超开心。当然还有就是看到我们的老大哥马克，哇，超级久没看到他，今天看到他真的超级开心。Alright， 下一首歌呢？这首歌我相信应该很多朋友是因为这首歌认识我的，那就不要不多说，这首歌 Butter 送给大家的歌。